创意活力文化城，美食精品时尚街。台中市是一个融合商业、艺文与休闲的国际化城市，它的活力带动中台湾的蓬勃发展，并在台湾迈向国际化的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我一直都觉得台中市啊，要慢慢的给人家感觉是台湾的心脏 ，Heart of Taiwan， 如果缩写就是 HOT。300多年前，草莱未开的台中盆地，沼泽遍地，林木茂盛。清代移民入垦，开始在大墩街落脚。大墩才成为台中市早期开发的地名。民国39年，中央政府规划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，加上原属大墩郡的三个屯区，确立了台中市目前的行政版图。文化城是台中市的代名词，也是许多国际顶尖级艺术家与知名表演团体造访的城市。自由多元的艺文交流与创作空间，使台中市成为台湾最多艺术家进驻的城市。文化的记忆也保存在台中市的街头巷弄里。艺文之家、近百年的周厅及现代主义风格的台中放送局，他们都曾是旧时代里属于台中市共同记忆的珍贵资产。数十年来，台中地区是精密机械与零组件的生产重镇，为因应进一步朝向生物、纳米、光电与通讯、航太等高科技产业发展，成立了中部科学园区，创造台中市与全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优势。未来也将结合周边的环龙科技工业园区、台中工业区、文山工业区、精密机械创新园区，形成一条科技走廊，建构出最具潜力与竞争力的投资环境。而在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方面，目前台中市有12所大专院校与超过200所的各级学校，学生人数占全市人口近1/3，文风鼎盛，人才辈出，提供产业丰富优越的人力资源。台中市位于台湾地理位置的中心，300年来以交通为主轴的城市发展，形成台湾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。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、台铁、高潜力公车以及台中生活圈道路，已成为台中都会区最便捷可靠的通勤系统。台中港是台湾第三大港，货运航程横跨世界各大洲，热络的物流与仓储转运业务
是台中市国际化的基石。民国93年3月，开放民用的清泉岗国际机场，有固定班次飞往全国各大城市。拥抱世界，台中市早已展开双臂。网际网路是都市现代化的指标，为了推动台中市成为一化城市，市政府以网路代替马路，便民服务电子化，观光与交通资讯网路化，同时透过数位学习，时间与空间再也不是终身学习的障碍。台中市是人口数排名全国都会第三，面积为全国都会第二，为最愿意居住的城市第一名，是大台中都会区600万人的消费生活中心，融合美食、文化与创意的各大商圈各具特色，以街头流行文化为主的平价商圈，以性质相近聚集而成的主题商圈，以大型百货公司为中心的百货商圈，多元的主题与商业文化，使台中市百货业的营业额成长率相较于其他都会区高出甚多。商业都会，魅力无限。为达到台中市区的均衡发展，市政府以长远的规划完成市地重划的理想，七期重划区更成功变身为现代化的副都市中心，加上国际标准棒球场、世贸园区与国际会展中心的规划与兴建，将加速台中市成为台湾的第三个直辖市，让台湾之星更加闪亮。在台中拥有繁华都市的便捷，这让我们感到自豪。处处的林荫绿地提供市民享受自然闲适的生活空间，这让我们感到骄傲。大坑风景区是占地3300公顷的自然公园，而绿草如荫、山海相望的大肚山台地，更是许多台中人思乡的源头。漫步在翡翠绿园道上，串联起市区中的植物园、国立科学博物馆、国立台湾美术馆、市民广场、雕塑公园、咖啡园道，串成一条翡翠项链。而台中公园就是美丽的翠玉坠子。为了让市区内的溪水找回过去的活力，市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污水下水道的建设，为台中市区的溪水还原到最初的美丽而努力。就在不久的将来，户外圆形剧场、国家歌剧院以及国际级的美术馆将形成台中市国际级的艺文特区。就在不久的将来，高科技厂商聚集在中部科学园区，创造知识经济的生产效益。而在国际会展中心里，也热络进行着经贸交易与商业活动。成为一个具备文化、经济、国际观的城市，不只是梦想。台中市早已做好准备，
站上舞台中央，朝向创意、活力、文化城的方向大步迈进。